他们的努力可能大家都没办法去体会到，因为在他们这个小年龄当中要面对的压力跟那个挑战是非常大的。好，但是我跟雨桐说，如果要给他们一句忠告的话，雨桐就说叫他们想轻快一点。掌声，谢谢林俊杰 ，Big Boss。哎，各位，还要商量啊！刚才就已经是一个考验了，第一关。但是他们的反应就是很对，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又在搞怪。哦，所以他的反应对啊，他的他的反应比较好。这师兄的，给你一个节奏，同伴的节奏。希望大家可以如果一起跟我打拍我的发火。等一下，这个部分也要有反应。这个部分要有演示。对，就要开始摆脱。已经开始那个前奏 intro 了。One, two, three,来快一点。